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C 老师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ivian 徐若瑄一天的生活，准备好了吗？送完 Dotton 去上学之后呢，我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。这是我上海医院毕业的功课，要交功课，有功课的。这是最近我在念给 Dotton 听的英文书 The Fox or the Mouse， 但是是英文版的，所以对我来讲要花很多时间。好，现在要来打电话，因为现在住得远，所以都是要用视讯来开会。早上来买菜，菜就比较新鲜。大鸡腿在冰箱吗？大鸡腿，你看，我都知道好货在老板冰箱里面。你有什么新鲜的留给你孙子的吗？菜市场大家都人很好，要去接周腾了，拜拜。老板，我直接点了，来，对，这个啊，哦，油条，是不是油条？哦，这个我看一下，可以哦，周腾，谢谢你选的好哦，放后面。好棒哦！喂，都在你累了哦，走，我们去喝水好不好？来，啊，你自己走吧。饿哟，好。啊，我现在要回家了。你们看我怪怪的，我在跑步机上面。Doty， 妈咪拍拍手，拍拍手，妈咪拍拍手 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。送完 Doty。去上学之后呢，我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。送完 Dotton， 去上学之后呢，我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。送完 Dotton， 去上学之后呢，我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。这是我上海医院毕业的功课。这是我上海医院毕业的功课。这是我上海医院毕业的功课。要交功课，有功课的。要交功课，有功课的。要交功课，有功课的。这是最近我在念给 Dotton 听的英文书。这是最近我在念给 Dotton 听的英文书。这是最近我在念给 Dotton 听的英文书。The Fox or the Mouse， 但是是英文版的，所以对我来讲要花很多时间。但是是英文版的，所以对我来讲要花很多时间。但是是英文版的，所以对我来讲要花很多时间。好，现在要来打电话。好，现在要来打电话。好，现在要来打电话。因为现在住得远，所以都是要用视讯来开会。因为现在住得远，所以都是要用视讯来开会。因为现在住得远，所以都是要用视讯来开会。早上来买菜，菜就比较新鲜。早上来买菜，菜就比较新鲜。早上来买菜，菜就比较新鲜。大鸡腿在冰箱吗？大鸡腿，大鸡腿在冰箱吗？大鸡腿，大鸡腿在冰箱吗？大鸡腿，你看，我都知道好货在老板冰箱里面。你看，我都知道好货在老板冰箱里面。你看，我都知道好货在老板冰箱里面。你有什么新鲜的留给你孙子的吗？你有什么新鲜的留给你孙子的吗？
你有什么新鲜的留给你孙子的吗？菜市场大家都人很好，菜市场大家都人很好，菜市场大家都人很好。要去接兜腾了，拜拜。要去接兜腾了，拜拜。要去接兜腾了，拜拜。老板，我直接点了，来。老板，我直接点了，来。老板，我直接点了，来。对，这个啊，豆。这个啊，豆。这个啊，豆。哦，油条，是不是油条？哦，油条，是不是油条？哦，油条，是不是油条？哦，这个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我看一下。可以哦 ，Doctor， 谢谢你选的好哦，放后面。可以哦 ，Doctor， 谢谢你选的好哦，放后面。可以哦 ，Doctor， 谢谢你选的好哦，放后面。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。喂。都是你累了哦，都是你累了哦，都是你累了哦。走，我们去喝水好不好？来，走，我们去喝水好不好？来，走，我们去喝水好不好？来，啊，你自己走吧，啊，你自己走吧，啊，你自己走吧。哎呦，好。啊哈，我现在回家了，啊哈。我现在回家了，啊哈！我现在回家了。你们看我怪怪的，你们看我怪怪的，你们看我怪怪的。我在跑步机上面，我在跑步机上面，我在跑步机上面。送完多腾，去上学之后呢，我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。这是我上海院毕业的功课，要交功课，有功课的。这是最近，我在念给多腾听的英文书，《The Fox or the Mouse》，但是是英文版的，所以对我来讲要花很多时间。好，现在要来。打电话，因为现在住得远，所以都是要用视讯来开会。早上来买菜，菜就比较新鲜。大鸡腿在冰箱吗？大鸡腿，你看，我都知道好货在老板冰箱里面。你有什么新鲜的留给你孙子的吗？菜市场大家都人很好，要去接兜腾了，拜拜。老板，我直接点了，来，对，这个啊，豆，哦，油条，是不是油条？哦，这个我看一下，可以哦 ，Doctor， 谢谢你选的好哦，放后面。好棒哦！喂，都是你累了哦，走，我们去喝水好不好？来，啊，你自己走吧。哎呦，好。啊哈，我现在回家了。你们看我怪怪的，我在跑步机上面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.